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提问，为什么加特林不在经典模式刷新？这个问题你有想过吗？毕竟加特林的名气非常大，很多玩家都想在经典模式里用它。那光子为何不加入呢？原因至少有两个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本身属性不行。加特林虽然拥有几百发子弹，并且射速很快，输出很恐怖，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它的硬伤，那就是发射需要预热。在近距离对枪中，很容易子弹都打不出来，就被贴脸的敌人秒了；而在中远距离对枪中，又很难打中敌人，并且玩家带上它之后，移速还会变得很慢，即使加入也会很弱。二，不能开先例。如果光子将中武器里的加特林加入经典模式里的话，直接就开了先例，那玩家还会更想用更强的四连激光导弹，这些武器加入无疑会破坏游戏平衡，到时候光子就很难办了，因此还不如不加入。小伙伴们，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